你相信这些陆生比你更爱台湾？我为了当偶像剧女主角，我就是好好的学了一下台湾腔，讲的比大陆腔还要好。这个一定是要学的，脏话也是我最爱的一点。妈说，其实我觉得台湾腔讲脏话这还蛮可爱的，就是让你爸都忍不住的会觉得说，哎，还蛮可爱的，再讲一下。就吃饭的时候说菜怎么做那么难吃，然后我爸说，哎，可爱，再讲一下。今晚11点，大学生了没？